诶，你在这干嘛？在我房间干嘛？出去啊！你房间，我要睡觉啦！舍得回来了你搞啊？清楚啊！这里哪一样不是我的东西啊？你的东西啊！出去睡觉！我你说出去！舍得回来了，啊！我要睡觉啦！你知道你现在像什么状态吗？坐好点好吗？就像那个被关在笼子里面的小鸟一样，现突然哦间哦，放出去了，自由了。自由自在了，是啊，吧？自由自在飞翔了，是吧？越飞越高了，是不是？昨天晚上又去哪里玩去了？你是在质问我，还是盘问我，还是说在干嘛？还是关心我，还是在啊，怎么样的？你拿什么身份来质问我？你拿什么身份来关心我？这两样你都没有身份，我替儿子问你就的，跟个陌生人似的。是去不要打拿麻儿子将当，去不了，要拿儿子当挡箭牌还好是吗？去酒吧玩了？酒吧呀，喝酒啊！你没看到我是一身酒气吗？我要洗澡，洗个澡就睡觉啦。小姐姐，坐好点。你呢？知道吧？不要老是去那种地方玩。哎呦，看不惯啊！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啊，我哎，不是看离不婚了，我们惯。自由了呀，是不是？你夜不归宿的，我也没管过你，我也没说过一句话呀，怎么到了我这不行那不行的啊？你未免管得太宽了吧？咸吃萝卜淡操心，是不是？我不是想管你，那你什么意是思？吧？现在呢，你还住在这里，我呢就哦，是，你的意思是我住在这里，我就要受你管辖呀？你给我工资了呀？我受你管辖啊？你听我把话说完，你不要我说一句话，你就在我那里不喜欢听狡你唠唠叨辩。叨的，好吗？我没狡辩，我只知道是吧？我们现在没关系了，你没有资格来管我。你既然住在这个地方，是哼。吧？你呢，儿子看见你，你给他做一个好一点的榜你样。众人都做你不懂出什不么懂好榜样气？来，你还指望我做出榜我样？做不出什么榜样，我整天在家煮菜做饭给他吃，是吧？我这段时间你看，澡也是我洗的，饭也是我喂的，很对牛吗？吧？我没有说哦麻烦过你吗？睡觉呢也是我陪他睡的，你不在的时候，是我就吧？问你，你做的这几天这种事情，这几天啊，不是这几年啊，这几天的事情，你觉得你很牛了是我不吗？是觉得自己很厉害，我是说，是我做吧？了是吧？从他出生到现在，我做了那么多年，4年了。我邀功了吗？我说什么了吗？你不要老是吧，去喝酒，去酒吧去喝，那个地方有点乱，特别是晚上，知道没有？你不要给儿子就是说丢脸，做的事哎，我想情。问一下，我丢什么脸了？哪怕我是吧，我们什么关系？我丢什么脸了？我们现在不在一起了，没有任何的关系了，怎么你样？跟我我们没有呢？什么闭关嘴！系，跟我我有没有谈什恋么爱关的那个系资啊？格，怎么样？你也有谈恋爱的资格，是不是？你管那么多宽干什么？我说了，我不想管，知道吧？你如果说不在这里了，你说你如果说就是说我小姐姐是吧？我是个肯定是要脸的人，对不对？我跟老公跟前夫是吧不在一起了是吧？我还待在他们家，我实在是想不出有什么理由还可以待他们家，对不对？我明天或是我立马我收拾东西，我出去了，你千万不要拦我，千万不要挽留我，千万不要跟我说什么让人感动的话，对不对？我立马我就收拾东西，对不对？我想去哪我就去哪，反正呢我身上有钱是吧？我也可以自由，什么我都有。你要这个样子做，你才是一个哎，不是好意思吧？哦，你觉得如果是你的话，你没脸面待在这里是吧？但是我觉得我有脸面待在这里啊啊！你欠我多少钱没给啊啊！我肯定有脸面了，你都有那脸欠我钱不还了是不是？我怎么没有脸待在你的地盘呢？是不是？哼 对，我欠了你很多钱不肯还，定好啦，吧？你不说的都有你的理，我说的肯定有我的理，我的那理肯定行，在我这比如边。说我欠你的，你有借条吗？你拿出来呀，是不是？好，你说我要走是吗？我签了什么什么什么那个保证书了？我要走了吗？我签了吗？你我签了写你了也可吗？以反悔啊，对这不个东对？西。对呀，你这更可以反悔呀，是不是？反正呢，是吧？我话已至此，我也不是来这里跟你吵架的，知道吧？你呢，听得进去听不进去都没关系，你也不用那么较真，是吧？你就当我说了几句无关痛痒的话就行本了，来就是，对不对？我就这么跟你说，你别说话了好吗？啊，我就这么跟你说哈，以后我的事呢，你少管，怎么样？我哪怕通宵也好啊，一夜不归也罢，你都没资格来管，知道吗？别整得自己，哎呀，多委屈似的啊，整得我都对不起你似的。我们没关系了，你搞清楚这一点，没关系就没知你就没道有资格去管啦，我，你下次不要再管我了好吗？别让我产生一种哎呀你还在乎我那种感觉，那种错觉，知道吧？啊，没必要，知道不？你不用该整保持距离就天。保持距离，闭嘴啦，不要说啦，我不能听你废话啦，你这张嘴呀，一说起来呀，没完没了的，谁要听谁听吧。